就什么东西没有？没有，我检查过了，什么都没丢。你人都给打成这样了，那你在干嘛呀？呢？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乔玲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常石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你这是把我往死了逼啊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跟他说，先验货。你们这空口无凭，有证据吗？